好，现在的网购越来越夯了，连国内的最大实体三 C 通路商灿坤现在也要分一杯羹，要卖什么呢？连内裤都要卖了，正是呢要抢进的网购市场，点名了雅虎还有 PC Home 为竞争对手。根据了解呢，灿坤在过去就曾经尝试要抢进网购市场，但当时候市场比较不成熟，内部定位又不清楚，形成自家实体店面跟网络进销的情况，最后不敌雅虎跟 PC Home， 那么现在铩羽而归。不过这次呢卷土重来，预计呢半年之内，网销的产品将会从三 C 扩大到非三 C， 连内衣裤都要卖了。